我需要做多一個 test 啊，先至留咁多次等我睇起個成績啊。不過都係同樣係抽血嘅，抽多些少，我係跟起應該做白血球紅血球嘅檢查，都係35。有冇咁嘅第一次啊？即係講起個尿抽曬出嚟，佢又冇控制咗㗎啦。就呢個 tip 跟你控制咯，一味氣有尿就出，一味尿就出啦。一味你又唔會，如果我今日呢個我攞翻出嚟啊，俾翻氣，氣又會塞嘅，又會塞嘅。所以呢三日咧，我哋嘅俾氣直頭有尿出，一尿出嘅，所以吊水就洗咯，喺個水一味一味洗嘛，氣尿一味屙嘛。所以我日即係第三日咧，尿唔會咁樣樣啦，比較清嘅，啊，但係唔會講靚到平時咁嘅樣，但係就有啲血低得少少，係啊，但係會啲屙尿就 OK 啊。咁通常嗰啲公嘅貓，如果冇淹到，公嘅淹唔淹到都係咁樣樣。公貓係咁樣樣嘅。有淹冇淹都係會㗎。會咁樣樣，因為喺邊啲嘅 bacterial infection 咧，就係少部分。生者都係佔咗成三啊。